搞不好想法，等一下我找不到。教授应该，教授他自己出有
保存下来啊，有啊，这边就有收录四百，应该说几乎所有都有收录吧。四百真的要花，但四百跑又有点，因为听说它的问题太多。四百光连设计都有问题，好不好？那要火车。听说你去看提到情报，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那个谁曾祥，就是他其中一个作者，他去南非去看他的通勤电车，他知道一件事情，四百行卖给我们还算高豪华品，去看南非。用的超比我的不快，奶龙不快比他好，他车厢品质超烂。你是啊，南非的那个坏，对啊，进入新世纪之后，整个车厢就有点乱，就是我听说要换哦，要换像分批要换30年，听说这样花30年要换，然后问题是他们就要说你30年，那、啊、你换的新车也不用点旧车，那就是恶性循环，对吧、啊？恶性循环。你换旧车，结果你要换30，就不是要一直换就耗费那个钱，耗不到。他到时候就现在可能要人换旧车。光彩 DH 我觉得很神奇，他这么大一台怎么可能？有可能哦，要一三百，然后，你刚来六八八，235到239，七度怎么样？二三四到二四零，七度啊，201到234都是潮州，所以你们都记得起来。我进去刚维基百科，我是先把它写下来，然后1001001001002都在是在高雄，然后2929到64都是高雄。其实是我最重要的是1207跟1208，基本上我是说我六月底去的时候，它都被丢在户外，没在动。你们在备用火车吗？不可以，就是把它停用。其实 PP 头可以看是潮州还是基隆，看它那个机车是啊。我平常都是看这台机车的。我现在每年做记录，而且骑到现在我觉得很靠腰底，就是我去泰克几天全都转代打，然后我一离开马上就变回正常。好分，今天啊？没有，之前六月的时候去拍的时候，大概有几天全都转代打，我这个骑下。1200最厉害就是，这100、1200、300，他们最厉害就是他们那个马拉松，启动是天天收缩。而且是1500，我觉得非常合我胃口，我非常喜欢用那种白色打底，因为火车白色打底。
打底，加上一些简单的补胎就好看，更好看。啊，你知道电器要出新，台跟台电这种还有什么吗？加速的时候，就买些奇怪的东西。那是马达怎么爆的？突然想起来一个品牌。喂，今天才军机过站进去了。军机上次有拍到那在那个谁，软石有没有？裤子就少一些嘛，少一些，所以它其中一个库存
最深的还是就是他跟蔡英文建议的，你去跟美国签证，然后用脑袋去放吧。很想当选，我帮任务心算。看他是要打台北还是北京？打台北，打北京。你说有蔡中杰？打北，打平壤，他去打平壤。但是平壤有吗？我这边可以啊。我是下面卖一阵，你要放点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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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复方修，应该才觉得大概几个月。新的101还是101还是结晶状态？没有听说材料都可以，就是等锅炉，就不知道等什么时候。快点，我们自己打。没有啊，就其成剩下都可以，其他都可以，就是等锅炉。101我之前看找不了啊。101我之前看到它是处于结晶状态，没有，就是剩几次彻底，那就等锅炉。锅炉好了，对啊，这个就差不多。我跟朋友可以选那个林铁啊，把 SLO 改成柴油，干不要那个，烂。你说二十一要改煤，改烧，就是原本烧煤。烧煤。然后到25号要怎么办？25号，25号可能就可能建议了，是不是有些？他说 CKE 你 CKE 是台车有很争取，帮忙把资料超多的。CKE 听说怎样啊？汽笛是15年进去哦，他15年进去改完汽笛变很大事。之前有幸花了一些手段，还有一些奇怪的方法，所以复方基地内部，是入侵场地？没有啦，正规我那个参加交大的活动，放进去的。在入侵入侵私人场地，放开铁窗。交大，我以前参加交大活动。带进去的，然后那时候我不是用相机，是用手机拍的，所以我画成八六八六八。你拍的是 K 一？啊，只是那个时候没运气不好，没看到1000个。那时候拍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像这个，你可以笑多少？来看看，来穿成绿，搞什么？完全绿的11.5，完全绿。现在马才刚年初嘛，我看看。是哦，也是啊。非常久了，1年前的才十趴。那先听个演讲。今天车体是拆卸，但是说可能 LDK 五，那都是他们的。最帅是 LDK 五九，没有 LDK 五九。现在写说他们是什么厂区？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们一边是北厂，新的北厂，另外一边是新竹新竹厂。听说花莲新竹厂放弃修 LDK 五九了。啊？花莲新竹厂就那个花莲厂。哦，那个还在滚的，放弃维修了。对，这种好像就是前几年。去年还是什么时候？就是钱可以把拿去把一个不必要的车再拿去走，然后你不要把钱来花来用 LDK。对，那还是你新马站，你可以把钱收回来，不会啊，你 LDK 可以拿钱可以花钱。对。那运输都跑到奇怪的地方了。对啊，问题是你把新马车再移走干嘛？你把 LDK 修，修好就是神奇的，铁道你会来，这可以发大财。他爹说有钱一站没钱，没钱修。他爹说火车的速率，我也算了一下，他们根本没算对一元。69是因为是真棒啊，1487啊，都乱七八糟的没加起来。1487，我才知道原来是那个转向键。然后这个就是全台湾只参见这个小公园就会看到，非常看得到小椅子旁边，就是拿那个三级车看得到，你任何地方看得到，基本上都看得到。然后告诉你说哪里会有什么奇怪的情况，就是那个讲的忘了吧，你那拍了其实这个303要示范，303就爆掉了，高压传导爆掉了。那时候手机拍的时候画质很糟糕，没关系，至少拍到，也是少拍到哎、欸欸，今年赶快解套哎。你不是参加？那你不是说在高中？阿赫斯，我阿赫巴，我阿巴今年也在上班，阿赫巴今年也在上班，阿赫巴在吊车。
303就高压传导爆掉。是要高中生铁道运输性能才能查到。因为三高气压超爆掉，打下去那个已经是有了。我看了。我讲的讲的，我讲我。他去找公版，都是有。